各位弟兄姊妹，我是鼓励你们去联署支持这个的真爱同行附近约章。不单止联署，都是自己走出来。这份约章是反映了我们对圣经的一些认识。特别讲到是婚姻里面，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得蒙上帝的喜悦。在性这个关系以外的其他性关系是不蒙喜悦的。这种讲法，如果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自己去实践的话，我们说要向社会人士去叫他们这样做，或者鼓励他们这样做，这个讲法是无力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弟兄姊妹，你是看这份约章，也都是去活出来联署，我相信呢，这个呢是我们向社会人士，或者其实主要是向我们教会里面鼓励一种的气氛，我们行出圣经的要求。鼓励大家参加。